我突然发现这个石壁上面有一个好像鸟的图案的头哎、欸。有了，那个是真的啊。那是真的吗？是人家雕刻出来的吗？啊、这个是有故事的啊。故事？那你可以说一下故事。上次我们讲的说什么？哦，这个、对岸有一个什么？对，另外一个山头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可以去看另外一个山头。看什么？他是在守护另外那边还是怎么样？守护另外一边，真的、哦？这是有人雕刻的吗？还是本来就长这样？是一个故事啊。是哦，上次来说我还不晓得。上次有看到。我是刚刚有看到故事，我发现怎么有一个好像鸟，是鸟头是不是？还是老鹰头还是什么头？就是某个动物在看守护这个地方。哦，好吧，我们可以回去 Google 一下。拜。